大家好，我是蓝宝。今天 Jenny 大人不在家，那我蓝宝又可以作怪咯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三峡阿贵的家，现在去找阿贵咯。哈哈，就是这里咯。那我们走咯。你怎么在这？当然，因为我在等你啊。你在等我？是，因为我知道你要作怪啊，所以我要来盯着你哦。你怎么知道我要作怪？嗯，嘿，我带你去找阿贵老板。好，走走，我们跟着阿祖祖走咯。哇，好漂亮的樱花哦。对啊，这都是老板照顾的哦。真的哦，那我们去找老板。老板，贵老板在那边呢、啊。走。阿贵老板，嗨，来，这就是我们阿贵老板。阿贵老板你好，刚刚我一进来看到好漂亮的樱花，那是什么樱花？哦，这个是回寒樱。回寒樱、哦、是，这属于比较早期的，大概在过年前开的樱花。哇、嗯，它算很特别的一种樱花哦。是。那这边还有没有其他种樱花呢？嗯、我这里除了这个回寒樱之外呢，我还有这台湾的本土樱，啊、哦，台湾本土大概在过年期间开的。哇，都可以在这绿地上喝下午茶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是的，我们有提供这个在樱花底下呢，下午茶啦，还有在樱花底下呢用餐是、嗯。哇，真是一大的幸福呢。那老板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们这边占地有几坪啊？大概有800多坪。哇，800多坪哎、欸。是。这里还有什么特色需要介绍给各位观众吗？我1月到3月有时令的蔬菜，是。那4月清明节，有萤火虫，是，有萤火虫。嗯。大概6月到8月，我们三峡的栗竹笋也盛产的。嗯。所以这段时间你们过来的话，大概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特色的餐哈、提供给各位好朋友。哇，这样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哦，每个季节来都很 OK 哦。是的。嗯。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里的环境，四面环山，你看，哇，超美的。然后后面是我们的民宿，我们进去参观看看哦。老板娘你好。你好。你们要喝什么来？咖啡。没问题。然后咖啡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啊。哎，老板娘，我们刚刚一路上上来呀、啊，地理位置大概是在哪里呀、啊？这里刚好，我们刚好是在大板根的上面，嗯，所以我们下山到大板根只要3分钟。3分钟？对，那么快？是，所以来到这只要3分钟哦。对，哇，就是下山是3分钟啊，就到大板根。嗯，那现在目前我们这里哦，实际上路况它上来有一段比较不好走。可是，一般通常会来这个山区，都知道哪里有会车点，所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一般他们来到这里，他就觉得还蛮值得。所以，我们是冬天的话，我们的夕阳啊，就是正中央下去，就是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夕阳。嗯，那它冬天的时候会有云海，哇，那云海也非常的厚实，感觉起来就是个人常常讲说，我们这里是新北市三峡的小清景。哇，那我迫不及待去看我们的房间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带你们去参观我们的房间。好，走。来。哇，好宽敞哦，这里好大哦。嗯，哎，老板娘，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间房间的特色呢？哦，这一间房间它实际上它是我们是木质的地板，那包括就是我们的床垫。哦，床垫。床垫它是独立筒的，实际上它这是非常一个睡起来还蛮舒适的啦。哦，对啊，我坐都短一短的。对，很高的感觉。嗯，对，很高，因为现在目前就是这边它看出去，包括我们整个景色，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被套、被单，嗯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羽绒被，因为这边很冷啊，因为很冷的地方，那包括我们里面都有帮客人做贴心的服务，就是有电毯，哇，我们里面有电毯，是在这边里面吗？不是，在床里面，就是我们有帮底下。对，帮铺好了，就是这个床底下有电毯。好贴心哦，好贴心哦。
的，谢谢。那我们是帮客人，怕客人说来会有一点冷哦，所以就是除了电毯之外，因为电毯它可以自己调温哦，那睡了之后还蛮舒适，那盖上我们的被套被子还蛮，客人反应还蛮好的。那在我们的这个窗台看出去的这个景，好，就是好漂亮哦。原先它前面种的树是很小，整个可以看得出去，就是山岚很漂亮。是，老板娘，你顺便帮我们介绍这一间不一样的房型哦。这一间它是两人房，主要就是这间是楼下嘛，那当然把它设计成比较像公主房的感觉。哇，感觉很浪漫耶。对，是。这间房间有没有什么房型的名称啊？这一间我们就把它称呼为我们的一楼的公主房，这样子，两人的公主房，感觉很温馨很浪漫呢。谢谢。很适合夫妻啊情侣过来。是。那这边的配备呢，跟我们楼上有一样吗？哦，这里的配备对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是，包括被子，那它里面也有电毯。哦，也有电毯。对，都一样。是，那楼上是多了景观。对，那这个部分它就是多了一些温馨。是。哈哈哈。简单温馨的布置，让人有如回家般的感觉。床主采用等同五星级饭店的配备，柔软的棉被、枕头，让人睡到都浑然忘我呢。在这里享受五星级的美景，就连这里的餐点也都是五星级的飨宴哦。猪猪，干嘛？你有闻到味道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你有早餐？当然啦，我是早起的鸟儿哦。别急，等一下老板娘就把你的早餐准备过来了。是啊，很好吃哦，很特别哦。早餐来了，哎，老板娘，哎，来，这是你的早餐哦。哇。那这个哈、面包来，哎、老板娘，你坐，请坐嘛，请坐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你顺便帮我们介绍一下餐点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实际上我们餐点是非常简单哦。那这个是待会你可以先用。那面包我们可以加的我们塔塔酱。那塔塔酱它食材也是非常简单，所以我们是用有机的梅子，梅子是我们自己腌的。那加了梅子汁。好，那可以吃了之后哈，吃的时候可以把它夹在面包里面使用，那口感还不错，那这边也很受客人的欢迎。那至于主餐的部分，就是我们有就是时令的那个水果，还有就是我们有机的鸡蛋。老板娘，我还有发现一个最特别的，就是这一杯的。这一杯哦，对啊，这是我们这边当地是产很多的姜，那农产品。就是我们这里当地的农产品，所以我们这边种很多的姜。那我们就是把当地的食材结合做成我们早上使用的一个那个饮品。那这个饮品我们冬天才有，因为它里面是加有机的黑糖。那我们是用黑糖跟姜去把它熬煮。对，那上面我们有做一个提味，就是我们的那个薄荷、对，所以它喝起来有一点薄荷的味道。那你们可以享用看看，就是它的，因为黑糖，所以它的甜度不会很腻口。所以你们可以使用看看。然后冬天来很暖胃耶。对，这也很注重养生哎，我觉得。是，还蛮不错的。是。那除了这里是早餐有供应，那下午茶的部分呢？下午茶的部分，因为我本身个人很喜欢下午茶，所以我们我也很喜欢，对，女生的最爱哦。所以我们是下午茶的部分都是用时令的水果，对，然后结合我们当地的特产的糕点蛋糕，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除了那个松饼之外，哈，我们松饼还有就是我们的水果加上蛋糕之类的，包括就是我们的饮品。那饮品的部分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有刚刚你们看到的这一些哈，就是姜汁鲜奶，还有我们的咖啡，因为我开过咖啡厅，所以我们的咖啡就是有那个拿铁，还有就是我们的黑咖啡。那咖啡豆我们也经过特选，所以是用现做的、现煮的哈，我们是用白用现做的。那客人点，我们就会帮他现做。那喝起来的口感，那当然客人反应还不错。
因为这些餐点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，那我把我自己喜欢的餐点，然后让客人来了享用。哦，好的，是是好东西，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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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来，请用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这个是刚才老板娘特别推荐的姜汁奶茶，我喝喝看什么口感。嗯，浓郁的姜汁，但是不会辛辣，那又有带点奶茶香气。在这樱花树下用餐，嘿嘿，果真让人心情就是特别而不一样。望着层层叠起的云海，更是让人到振奋不行啊！像这样人间仙境般的优美宁静，也可以提供公司团体整栋包下，用来开会、做简报、聚餐、高歌一曲，都再好不过了。啊，忘了介绍了，这个空间还可以当作会议用哦，还有大桌子，还有一个白板可以供大家使用，还可以当成简报室哦。对了，忘了提醒，卡拉 OK 欢唱是包栋才可以使用的哦。